他解不掉吧？是我害的，是我诅咒了大家。末日即将来临。哇！再见，拉祖高。<笑>又倒了一个。 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 防妖术。好，应该下这张了。不错，应该下这张了。 建议我闪一下。要想办法回血。可以。嗯。这应该蛮容易活的。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完工了。都是手下人。 他应该要出那个啦，砰砰砰砰砰，他先撤。那上吧。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他应该有才对啊，他应该有那个火山爆发，或是妖术啊，都没有，还蛮奇怪。都没有。 不知道两张够不够多，可能两张不够多，可能应该把那张解掉，知道？闪电风暴，让你知道何为恐惧。你我是骗子！没有闪电风暴。
二营乌鸦到底有没有帮助啊？可是我觉得二营乌鸦跟阿鲁要，就是有二营乌鸦，有二运乌鸦跟阿鲁高 combo 比较划算。这样子 YouTube 下面就会说什么，最好是每个人起手都两只法力融满哦。没办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哇靠！哦，还有，马克油，沃尔托纳保佑我们。应该被守下来了白衣查杀哦。加一点毒蘑菇，还有鞋跟。我等不及。我靠！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理论上他解不掉，除非他有另外一张破木龙。我要考虑一下。失去的可以再找回来。啊哈！进攻！啊哈，完工了！我放在前期不定。这个火球进去之后，它剩多少？16。所以如果下人运气好，我们有可能有斩杀。不对，还是不会有。可是这样好像够哎、欸，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兵之类的。这样有可能够。这是19点，可他理论上没有爆发啦，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会赢，就算这边是19，对吧？
有意思。啊啊啊啊，除非他恶毒召唤再拿到一个老爸之类的，这样也差异。石像会只会吸，这样只会吸，只会回6滴而已啊，两个火球就赢了。打得好。要换地脉应该不会比较好啊。不要换地脉，刚刚那个状况也不会比较好啊，然后也不会给你比较多伤害。为了落日锤，游戏开始了。至少乌鸦还会给你一点虚战力，其实还蛮随机的。就不大确定是不是应该先那个怨灵之书。OK， 他其实这张应该有点太早交了，这张遗传裂片。我这只要换，所以我就先抽了。因为我要防那个，其实掉法反还蛮不好的。我要防闪电风暴。还行。哦，对哦，是这样运作的。其实搞不好这不值得换那个乙一啊，那这里可能无论如何都会下一张 A O E。哦，没有。哦，有。手牌好多、哦，惊人的发现！两张爆炸符，好像应该先换，应该先换。策法反，追随卡利摩斯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这种持续还要持续多久？还没。我们有许多秘密。
用新卡来了结你。有点强哎，不过三费可能应该带其他东西。